智妍与李东健因拍摄电影《邂逅》进而相恋。2015年，两人公开恋情，承认交往。尽管两人年龄相差13岁，却一点也不影响彼此的好感情，还曾遭偷拍两人在餐厅约会，相当恩爱的手贴脸，交往2年相当稳定。但才刚过完年，而竟传出两人分手的消息。李东健所属经纪公司表示，双方因忙碌的行程，因而自然的疏远了。而智妍经纪公司也表示，两人已在2016年12月正式分手，从恋人回到演艺圈前后辈的关系，但仍会彼此打气，希望外界未来也能多关注两人的事业表现。双方都证实两年情淡，也让吃瓜群众纷纷表示又有机会啦。